问微软、谷歌和苹果怕不怕？华为又将发布一款操作系统。不过，大家先别太兴奋。我们先来看看下面关于该系统的特点：一、该系统并不是面向普通用户，而是基于 Linux 的企业级服务器操作系统。二、定位是面向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操作系统和生态底座，将为数字化社会建设承担起历史使命和安全基础。三。 该系统位于云上，可以与面向工矿业的矿红，面向 C 端的鸿蒙操作系统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全场景覆盖。简单理解就是这套系统是用来做底层系统的，提供给企业级用户使用，并不是 Windows 和 iOS 那样的桌面级系统。当然，Windows 也有面向企业级的系统，这块或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对于欧拉，我非常看好，因为它可以与鸿蒙联动。 这样的话，华为在系统兼容性方面就可以做到极致，给咱们国家和老百姓们提供更好的数据安全服务以及更流畅的系统体验。